现场情况是一辆集装箱车，它是拉快递的，找到了，正在抢救。没有轮胎都爆过了，你们没有，这是快递。炸了没有？翻过了。兄弟，用车上搭来，我的车。物流车着火的事情，我们总部也已经安排了专员进行在处理了，协调了，也已经安排该赔偿的，然后相关的事宜我们已经开了内部的会议，正在协商，然后昨天晚上已经开到也是很晚，我们会稍后也会有官方的出来研究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内部协定，然后会根据这个内部的协定当时是否保价等一系列的问题做出一个协商。欢迎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